哇！我哋咧呢个 Bunno 第三次用，哇！你睇闪闪令嘅呢个整章鱼烧，咁呢度咧有章鱼烧嘅材料啦，同埋咧嗰边咧就有章鱼烧嘅酱料，咁你见到咧有啲 Thanksgiving 嗰啲南瓜吓，咁我哋今日咧就系迟来的加拿大 Thanksgiving， 或者预先庆祝呢个美国嘅 Thanksgiving 啊！我哋首先咧每一个都要加啲油落。唔係一開始嘅時候咧，其實咧要有一種炸嘅感覺，如果唔係咧就會韌皮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咧落咗啲油落去咧，跟住咧就可以預熱啦。多的没关系，全就每一个都有，然后呢就放多一点，都哎，多一点，多两口。把它都放进去啊？还是？够就够，够就够了，够就可以了，因为太闷也不好。这是什么？天妇罗，炸粉啊！啊，我知道了，那个虾，那个。土耳其。土耳其。还要做一遍啊？可不，妈妈，哇！等一下，可能要再炸一多一点点。嗯，这个我到底要洗干净。我靠，鸡肉炸。哎，这挺好玩哈、啊。是不是盖上啊？不用啊。要敞开的。你要煎它。如果盖上它的蒸汽板掉下去就那个皮就不能吹。哦。嗯。我把你。没有人把它摁。然后等一等，然后就可以盖。等一等。嗯。等一下可以再加。我玩过两次。OK。这个炉呢有个问题呢，就是呢佢近呢個電線嗰邊咧，近呢個電線嗰邊咧，就啲火弱啲嘅。呢度咧就最勁嘅，呢度係第二勁。咁、所以咧，呢度嗰啲咧就會快啲熟，同埋快啲脆。其他嗰啲咧就好弱雞咁樣。你用筷子啊？用先中間的，先中間的，因為它哪個？ Okay. 你要做反一點。哦，咁你。日本嗰啲，使唔使整细啲火啊？日本啲小食好嘅好处咧，就系咧，佢已经中火啦，唔可以再收。就系咧，当你咧衰咗唔紧要，好多嘢咧可以整色整到冚鬼住佢咧，佢睇唔到。跟住出嚟个效果仍然都好似好靓，你自己衰咗自己事。做一阵咧就腰都断。咁咧，你可以咧用呢個咧專門整章魚燒嘅骨啦，亦都咧可以好似 mini 咁中意用竹籤。我自己咧就中意用呢個筷子嘅，不過唔緊要啦嚇。而家咧都係幫嗰啲章魚燒整容嘅啫。咁啊，靚仔啲唔靚仔啲，跟住一陣間落埋啲汁啊，整埋啲粉啊啲，跟住咧就係咪都靚仔嘅？最緊要大粒，同埋咧邪惡地不斷落油。就係嗰個秘技 ，and make sure that all round is brown, golden brown color. Then that means it's well done. 好，而家揀六個幸運兒，我哋食先。通常頭嗰六粒係草莓，雖然就熱到趴喺度，有啲啲傷啲熔岩塞落口，吳剛師傅咁。
我哋头先喺度移工移位咁样啦，就不停喺度搬来搬去。如果唔系咧，其实咧嗰啲边货嗰啲系基本上未得嘅。OK。OK， let's go。咁 move 咗之后咧，我哋要落翻啲油喺嗰啲空窿嗰度，唔可以等佢干煎。好，佢啲遮丑，咦几靓喎，整得。落啲木鱼粉，同埋咧就落啲肉粉。有人已经忍不住要吃了，我看胃，看胃，真的好吃。这些比起我们急冻买回来叮热它或者焗熟它呢，是好味很多。另外一个 suggestion 就是你要 manage 好啲时间，因为呢坛嘢起码要搞上半个钟至九个字，你点快都。咁所以咧，如果咧你系谂住食住嘢，然之后喺度玩咧，基本上咧你玩你自己，你唔使食其他嘢。咁所以今次特登早少少食呢个晚餐，就玩完呢个之后，舐舐嘴嘅时候先再食啲啦。嗯，里面仲有 juicy， 今次成个圈落多少油，外面真的有啲炸嘅味道。好，今次第二弯咧就 Apple Jack 拣六粒。当 Apple Jack 去整色整水嘅时候咧，再斜落啲咯，我哋都仲要系落油啦，少少嘅啫。咁然之後咧就等佢夠煎，如果唔係咧，後期嗰啲一來我哋冇咗份驚喜咯。二來就係咧，佢會硬啊啲皮。跟住咧，撒呢個東西，放呢個東西。咁佢一嚿拍落去。夠味，好嘢。好多啲啦。有冇人都玩一輪撈？是你放的对不对？您得放两台呢。你总得变花样，睇佢睇两个喺度厮杀。章鱼丝入面冇墨，今个攞多两嚿，边个边个应该有三嚿？诶、居然你嗰个冇墨鱼？我有一嚿，我有，咦？唔系，我有两块喎。边年冇墨鱼？好，呢度仲有好多。啊，我成碗俾你。嗱、啊，我有一嚿。You have so many 啊 ！You have so many。雖然個火就唔係最平均啦，咁但係咧都算 OK 噶啦。尤其是你去到中段嘅時候，你自己喺度 swap 啦。咁另外有幾好就係佢熄完火之後咧，呢、這個餅咧係好快 cool down 啊，或者其實根本上就從來都唔係話太熱咧。咁變咗你可以即時拎開佢，跟住咧就可以上其他嘅菜啦。好，有南瓜沙律，跟住仲有羊腩煲，法式羊腩煲。配呢個嘅意粉，瓜沙律除有南瓜，有蘋果，有青瓜，有煙肉。你食完啲邪惡嘢，咁啊整翻啲健康嘢，或者懶健康咁啊，但其實係唔可以 off 嘅。Mini 記得落呢啲。Oh, you should have been there. My dad is holding the candy.